我是德国紫杆舞，我不满意。不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吗？中国电视上可以出现什么，不可以出现什么？说什么同性恋不能出现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不好，不健康。我在想这个，我们不是都知道吗？你才发现了吗？你啊，2016年你才知道 gay 不好啊？那之前呢？啊，说什么婚外情不能出现的不好？同样的问题你才知道吗？啊，而且。你禁止那两件事就好了吗？啊，什么中国梦啊！我跟你说，中国电视其实只能出现三件事：一，新闻联播；二，大打阅兵；三，抗日剧。哎，还有一个啊，样板戏。